么多水的，可能也。一般它不肯卧在这里，这水是漏的，肯定要钻进去，里面没有就没有。三颗窟窿，我以为肯定有了，也没有。现在就这个地方，把这地方赶出来。今天这一只不会很大，你看，夹的没有什么力气。现在这地笼，你看，人家都压到这里不要了，看它溜哪里去。黑母啊，这个新年戏，在新年钻都钻好了，没讲出去这个，钻，这二三两，挺大的这个，好，那边一只捞，这边抓一只小螃蟹，最多三两。要涨潮了，船出海了，绕了半天没货，就一只螃蟹。哎呦，我没板，就是这就是没有板的那个，就这一只，没有了，就是很怕，还可以拿回去吃的。来。这一个黑会不会好看？哦，这下面全是黑的，嘿嘿，哦，这一只也不好卖，那今天就这样，准备拿回去吃了。哦，那有，好，现在回去了，那今天就拍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支持，再见。